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无量寿经》这个研讨上一次进行到必成正觉这一品经文当中的。如佛无碍智，所行持名行。那刚好上一次呢，我们由于黄老的白话解，跟大家来深入学习。感觉到老和尚说的一精通。一切精通，黄老这个注解的非常详细，引经据典，帮助我们，能深入，每一句经文，但是呢，我们假如，依这个白话解来。深入可能我们这个研讨时间会很长所以我们还是先以这个老和尚94年的这个讲解为主我们这个圆满了。我们再就白话解来讲，但是我们先呢，品一品这个老人家的白话解，这很有禅味的以后面呢这几句这个如佛无碍智，所行持名行，黄老有提到了。所以法藏大士为了真实贯彻自己的大愿，就必须不满足自己的所得，继续直登妙高峰顶就是成佛的意思这个是比喻了。这一段话就提醒我们，修学呢。不能知少为主而且要得比于上我们得比于上那要跟阿弥陀佛比，跟释迦佛比，跟老和尚比那铁定我们不会觉得我们现在很不错了甚至会觉得。差距很大，羞耻心就起来所以不能跟张三李四比况且我们祖先像商汤在他的洗脸的盆子里面刻了9个字苟日新。这个"苟日新"用我为大师的话就是下决心了，我要成佛，要斩然被尘，不再向六道轮回去靠了，何绝时时呢，都为了恢复自己的觉性了，就像我们受皈依也就是。表这个精神皈依自性觉正净不随顺迷邪然了。我们在哪里随顺觉正净呢？在我们每一个境缘、每一个本分当中，
佛法在世间呢，不离世间觉啊，离世觅菩提啊，我们脱离当前的这些生活处事啊，要去证菩提大道。六祖大师说，恰如啊，这个恰是比喻，就好像恰如求兔角。啊，我们要去找兔的角，兔子没角，找不到的。啊，老和尚也常说，佛是觉的意思啊，觉就是面对境界要清楚。啊，比方说，今天礼拜天呢，啊，我们这一个礼拜呀。面对家人跟同事的境缘呢，我们是随顺的觉正境呢，还是随顺的弥陀然？哦，那这个就要我们自己去检查了。哦，哎，在这个境缘当中啊，哦，我们还有控制要求，这个叫贪求了。那心就不清净了，哦，心可能就是情绪啊，做主了。哦，所以佛门常说观心为要啊，关照自己的心念很重要。啊，我想。我们每一个佛弟子啊，大家都很希望啊，能够为佛法、为众生。哎，但是我们现前一念呢，都护不住啊，怎么为正法、为众生呢？啊，再延伸开来，啊，我们都。无法去体恤家人，我们又怎么去体恤众生呢？我现在遇到一些同学，一谈就是，哎呀，我在我们那个地区，办学，都有蛮大的宏愿，可是我一观察，他夫妻相处啊。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跟孩子的教育啊也是如此。我们没有了儒家的基础啊，不重视这个次第了，那就可能变成好人好事了。哇，很想去做出贡献来，可是呢，自己的道义之心呢？不足，对自己的本分呢，都提不起那种尽心尽力，这个自己没有观察到啊。可能那个为众生当中呢，还夹杂着我要展现展现，我要在里面求成就感，有这念心呢。这也是明文利养啊！哦，所以这个次第啊，不能乱了，不然李老说好人好事啊，讲的不是别人了，哎，讲的是自己了。那一天有个同学问了一个问题啊，他有一男一女啊，觉得呢没有教好。啊，那孩子还小，可能都还没10岁吧。哦，然后他就觉得，他要再求一个孩子。哦，然后呢，哎，确实也怀上了，结果呢，可能是宫外孕。他问到这个问题，哎呀，这会不会跟那个孩子结怨呢？
你的心念都是善的，不会跟这个孩子结怨的啊。他可能跟你的姻缘啊不具足，可是我就回应他了，我说你不先把你这两个孩子好好照顾好。哦，你为什么没教好？原因都要找到啊！你怎么面对这两个骨肉，你提不起来，还要再去求一个来呢？哦，我觉得人有时候有一股劲，就是我想证明些什么。都要从眼前的本分呢。去下功夫啊！很多孩子的心声呢，当父母的不一定知道啊。你本来是父子有亲的天性，哎，什么时候啊，变得不知道对方的心了呢？哦，我们学佛是恢复真心呢。那首先要恢复自己跟父母的这个天性啊，还要恢复自己跟孩子的天性啊，练真心要先从这里开始啊！啊，这不是我讲的哦，我讲的大家不一定服气啊。老和尚教我们呢，学习圣教两个目标啊，第一个恢复父子有亲的天性。好，那我们从哪里对上对下？第二个目标呢，把这个天性延伸到对兄弟姐妹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再延伸到家族，到邻里乡长。到凡是人皆须爱，凡是物皆须爱。学佛啊，最重要的恢复真心。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四诸事法，从理上不离心性二字。所以，所有的经教都在指导我们用真心啊。哦，假如我们在境界当中没有不断提醒自己用真心，那释迦牟尼佛的经教啊，我们没有用上。哦，那没有用上啊，可能又在随顺了，烦恼习气了。我有时候观察这个父母在对孩子讲话，孩子的表情呢，都显现出啊，长期父母啊太说教了，孩子的表情都有点听不下去了。可是我感觉家长感受不到，所以我们是在跟子女的这个境缘当中呢。放下控制要求，这叫会修行。老和尚常引禅宗的话，你会吗？我今天也听了几个家长谈了他们一些情境比方说孩子。跟父母说了，明天呢，早上可不可以几点叫我？结果，这个爸爸点点头，妈妈马上说了，你这么大了，你不是有闹钟吗？你自己设就好了嘛。
哎，我们当下讲话的时候，自己的心念看得到吗？哦，我怎么讲的都热起来了？可能当下，我有点体会这个孩子的心情啊，听了这个，哦。这个孩子啊，就有点委屈了啊，说我是怕我用了闹钟啊，到时候按掉啊，什么又没起来了。其实我们有没有想过啊，孩子压力大不大？他们所面对的成长的压力啊，我相信呢，比我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哦，所以我们学了佛了，不能常常盯着孩子，盯着别人的错啊，要能关照到自己的心念常见自己过，与道即相当。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我看我们在家庭的情境里面，很容易啪一出来就是看到谁的错，然后要去指正了，这个惯性都挺强的了。比方说孩子玩游戏了，就觉得怎么可以玩游戏啊？时间那么宝贵，我们所思维的都是自己的想法看法。轮回从哪里来的？从我执来的。我们每一天，我执是越来越淡，还是我执越来越重？这个是关键的。会不会修啊？就在这里我们能去体恤孩子，他为什么玩游戏啊？他为什么要养宠物啊？我们能理解呀，跟他才有办法交心，不然你每一次看起来是为他好，你已经慢慢把他推得跟你越来越远，因为你没有体恤他的心，又一直要求他，甚至会延伸出什么问题，他要做一些什么事啊，不告诉你了。我自己呀，觉得这一生很幸福的点呢。我做什么事啊？我跟我爸爸妈妈报告，没有心理负担。我回想我念初中的时候，要出门了，去打。是不是叫 stroke？这个。Stroke 嘛，Stroke 是英文的嘛，不是日文吧？那一般当家长呢，觉得，哇，那地方怎么能去啊？其实那个我们刚时候也没有什么那里好不好那种念头，刚好同学早去了嘛，但是有跟我母亲报告啊。所以去哪没有说不敢跟他讲的。后来去打了一两次啊，去的时候你看那旁边的人都骂脏话，这环境不好，之后就不去了。有时候你一直一直打打打打，他觉得那地方挺神秘的，就是你跟孩子的沟通是很通畅的，他有什么都会。跟你讲，你就适时的再去护念他，这个，当家长的，还是跟同学去玩游戏的，你觉得浪费时间了，不让他去了，
你没有体恤到啊，他还是很需要跟同学之间互动的，因为他的课业压力也大，你也应该多带他出去啊，走一走。其实我感觉我们现在学佛了，样子是学佛，可能自我中心越来越强。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哦，你说，带孩子去大自然走走，你看，以我自己当小孩的时候，父母带着我们都是最美好的回忆可能我们现在学佛了，玩什么玩呢？念佛多好啊，听经多好啊，是吧？哦，尤其还这个我本来是要说听陈德法师讲课我的用意是说，不要破坏了我跟你孩子的缘，大家都在那听，都不陪他玩，这个孩子就觉得这个法师很讨厌，我妈妈，哦，甚至于都有一个一个先生抗议了他说：“你跟陈德法师讲话都这么温柔，为什么每次讲话对我讲话都这么凶？”哦，这个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啊，害到他的丈夫了啊，哦。我们感受到的都是，爸爸妈妈一心为我们。哦，你看我父亲，收入也不是很高啊，公务员呢。第一次买车呢，人家朋友已经开了10年了，他把他二手车买过来，那个后座都有点倾斜了。哦，我们三个姐弟挤在那，哦，很。温馨的，很欢乐。为什么？感觉到父亲已经倾其所能呐、那个就是交心呐、我们现在是都是站在自己觉得怎样好，都没有去体恤孩子的心情。然后。应该多带孩子到大自然，是对他们悟性很有帮助。可能我们马上起的念头了，我就不喜欢浪费这些时间。看起来很精进，事实上呢，一考虑事都是自我，他可能在增长。佛法重实质哦，不重形式哦。人能弘道哦，是你这一念心跟真心相应才能弘道。哦，你是先体恤孩子，课业压力大，哦，他都怕那闹钟吵不醒，还是你首先是一个道理要压过去了？这个差别是很大的，所以我们用真心啊，没有离开当前的每一个境缘，好，那刚刚提到了啊，苟日新啊，是下决心啊，要成佛。斩然被尘隔绝了。那什么时候恢复呢？每一个念头，你念佛了，很恳切的，深深唤醒自己了，洪明正章自性了。你跟人一相处，都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了。
这都在回归了。啊，日日新，不能知少为主，啊，所以，法藏比丘展现出来，不满足自己所得，啊，每天都在求进步。六日星啊，是不能半途而废，哦，所以他继续直攀妙高峰顶。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些精神都跟儒家教的都是一样的？劝发菩提心文勉励我们，念念上求佛道，心性下化众生。啊，闻佛道长远，不生退却；观众生难度，不生厌倦。所以，当父母的要有耐心哦，要柔软哦，要理解哦。还要多倾听哦。你要知其心啊，你才能救其师，长其善呢。要跟孩子交心哦，哦，不是一开口停不下来，一直在洗脑，啊，用硬灌输的，要启发，导而复坚，强而复易，开而复达，啊，引导。啊，不是硬。拉着他的鼻子走，啊，抢而复易呀、啊，这个抢呢、鼓励啊，肯定他，啊，要多鼓励，啊，现在。没信心的状况多了，要多鼓励，不要否定。啊，尤其我们要跟普贤行相应了啊，要称赞如来。啊，我们要培养出来，随时随地啊，可以看到孩子的善根，看到对方的善根。我们好像跟大家探讨过这个陶行知的四课堂嘛，啊。大家有印象吧？要练出这个功夫来哦。比方啊，我曾经到一个高中去分享传统文化，结果底下的学生呢，都拿着教科书。我可以起一个念头啊，来听课了还拿书，真不给我面子是吧？啊，我可以起这个念头啊，我也可以起说，哇，这孩子挺有责任心的，你看，随时还想多看书。那同样一个情境呢，你能不能看到他可贵的地方？哦，你看，我遇过一个家长，一个太太。哎呀，你看我先生都没有善根，啊，把我们送到门口啊，也不进来，啊，我说，你看你先生都不反对你们学，还亲自把你们送过来，一个同样一个情境，啊，你是在那里真没有善根，你传递的那个磁场啊，我看再过2个月，他连送都不送你来了，啊，为什么？你都没有展现传统文化给他看，他无言的抗议不受了哈。哦，你都是一直哎呀，感谢感谢，就是有你受啊，看到你感恩心随时都提起来了，他感动了，他就走进门来了。这个人跟人相处是互相的，影响的。哦，我们这些境界是我们的依报啊，都随着我们正报转。
哦，那这个，哦，刚刚提到了啊，要有这个耐性，啊，观众生难度，不生厌倦，哦，而且要多鼓励他，强而复议。好，我们以前当老师啊。在小学教书啊，这种体会太深了。你真信任这个孩子啊，他的潜力啊，就被你激发出来当然了，我们当家长的、当老师的，又不能形成一个执着点一定要去汉学院读书，哇，一个执着点又出来了。那你可能就忽略了一个，可能是下一个稻盛和夫先生，哦，他可以在商业界行菩萨道了，结果被你控制要求啊，最后他不学传统文化了，就很可惜了，啊，行行出状元那开而辅导呢？这个开是启发。不是一直灌输，好，这个啊，我也听到同修他们家里人说你被洗脑你看我们一听到我们就委屈了，我们自我感受太强了，都不能发觉问题在哪。哦，比方说家里人觉得我们被洗脑了，你要体会到啊，他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因为他听你讲话了，都是一套一套道理了。然后呢，你跟家里人讲话，你也都不倾听啊，就是一套一套道理在说服他。他当然说你被洗脑了。哦，而且那个行为。跟传销很像，是吧？哦，就是一直要说服啊。哦，当然啊，这个传销里面呢、啊，可能也有佛菩萨啊，人家不控制要求啊，我们行行都有行菩萨道的我们当然也提醒你在传销界发展呢、啊，不要用洗脑了啊，会让人家反感了。到时候亲戚朋友看到你，哎，那个人又来了，赶快走。要多体恤人心啊！不要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了，都不知道别人对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学佛应该是跳出自我，放下我执。时时能体恤他人，哇，你这个有功夫了，你这个离他恢复同体大悲啊，越来越近了。哦，所以我们学的传统文化，真的体会到那种心境了。哎，传统文化是爱人、恭敬人。哎，你倾听别人说话，就把恭敬啊呈现出来了。好，你学了传统文化，冬则温，夏则静啊，你用在关心父母上了，而不是要去先去说服他接受什么。所以不能把佛法变成我们很多习气的真上缘，这个就太冤枉了。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不能去增长这种好为人师增长这个控制、啰嗦，不能往这里发展了，这个太可惜好。
哦，那闻佛道长远，不生退却；观众生难度，不生厌倦。啊，我们随文入观啊，这一两个礼拜有没有对谁不耐烦？这马上就提醒到自己，普待众生受福德啊，要有耐性啊。啊，当你有点不耐烦了，起来了，你一转念，哎呀，提醒对方，哎，感谢对方提醒我，我耐性不够。这个啊，比方家人之间呢，都学佛。我遇过很多家庭学佛的啊，结果都是谁都不服谁。为什么呢？大家都懂教理，结果这个家里家人开口了。结果一听，他讲这个呢，跟佛理不是很完全相应，我们的自我感受上来了，就不认可他了。不认可他呢，你接下来听他讲的话，你的恭敬度都不够。哎，亲人呢，很敏感的，你听他讲话不够恭敬啊。你不认同他，他也不认同你，结果都是互相帮不上对方，互相瞧问题。我给一个同仁说了，那你家里人学佛啊，他跟你讲什么，你不要自我感受做主，哎，就是在静缘当中把自我感受，我不喜欢听他讲话，他傲慢，不要起这些念头。他讲的对的，你感谢他的提醒，进而你去改。你一改你就提升了。你要让家人呢，刮目相看。接着他对你讲的话就会重视。我们都没有先急着去改自己的习气，都是要用言语去互相说服，最后谁都不服谁。而且呢，彼此的习气都越来越重，不进则退啊。而且假如诸位同修，你们又长期。跟这个承德一起深入老和尚教诲结果你家里人说他常常都去听课啊，不怎么地所以啊，连你们家里人的缘呢，跟我的缘都受影响反而是呢，你改变很大。家里人刮目相看，这个时候啊，承德才帮得上你们家里人。所以大家注意哦，这个影响很大哦。你身边有法师啊，有良师益友，能不能帮上你的忙啊？其实你是关键的，你的转变是关键的。结果我们都忽略最重要的事情了，然后又要刻意呢，去抓谁来帮自己，来帮我去说服他，结果都适得其反，都不从最根本的、最重要的点了去努力，这个就是我们面对境界不清楚啊，不知道自己最重要，舍近求远，
哦，这个请佛住是要先请自己的，不是先请别人的。好，所以很有恒心哦。直攀呢，妙高峰顶，究竟证入无上菩提。啊、哦，据善导、谭鸾两大师所说，法藏大士这时已是十地菩萨。可是大愿无尽啊！啊，是求如来悲智双圆的无上觉悟。所以他祈求啊，祈得佛的无碍智与慈悯行，叫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行。啊，如佛无碍智是愿求自己呀、啊，有等同如来的智慧。我们有没有这一念心呢？啊、哦，我观察我们同修啊，啊、哦，比方说听老和尚讲，啊、哦，要发心呢、啊，啊，我们就开始想，嗯，谁比较适合发心？这是想别人的，很少想自己的，啊、哦，我也是这样的，是被老和尚当头一棒，啊，讲到那个请佛住世啊。啊，老和尚分析的，这个时代能闻佛法的多少，又闻正法的，啊，又闻到当生成就念佛法门的，一分析下来，没多少人了。老和尚说：“你不请自己，你请谁呀？”哦，哦，比方说我们听到，哦，这个一代都要有一代啊，弘法的人。来应机说法，可能我们说到这里都是想别人，嗯，谁谁谁，哎呀，谁谁谁责任重大了，从来没想自己责任重大。哎，我们教理还是要深入的，你才能气理气机呀，去引导你的亲戚朋友啊，那些人可能就是注定是你。要护念他们去极乐世界的，别人跟他的缘没有具足啊。哦，所以城东老母这个故事在启发我们什么？所以既然要帮助亲戚朋友了，我有这份道义了，那我得有智慧啊。所以要如佛无碍智啊，啊，要有这样的发心呢、啊。你有这样的发心，就有佛菩萨不可思议的感应加持啊！哦，哎，你在尽这些本分呢、啊？你很讲情义道义了，你是在尽本分当中，你提升了，你把佛法都用出来了啊！你解决自己呀、啊，跟家人的问题了。保证呢、啊，有人来找你啊，去弘法利生。啊，为什么我敢这个保证？啊，因为我相信观世音菩萨。哦，这里有人可以利益众生呢、啊，哪有观世音菩萨不化现因缘来请你出来的？现在不要着急，先安下敦伦敬分。承德自己回想啊，啊，我遇到老和尚啊，老和尚说要弘法利生呢、啊，承德是很接受，也很愿意，但是想着要先落实老和尚的经教，哎，在家庭，啊，在学校，在工作上，啊，也没想过呢。会到哪里去弘法？哎，到时候时间到了，你也推都推不掉，自然会有安排。可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本呢、啊？本在我们呢，先从本分做起
先从心地下功夫啊。好，再来无碍智啊，是对于生死涅槃等等不恶之法啊，均自在通达，自在融通啊，没有障碍。大集经说了，无碍智慧啊，无有边。无碍嘛，哦，不能穷尽，没有边际。啊，善解众生呢，三业士。啊，一切众生的身口意三业所造的一切事，啊，如来都善于了解，善于啊帮他解除。那我们自己呀、啊，面对当前所遇到的家庭，哦，包含工作上的问题，有没有障碍？啊、哦，有没有人用法来化解？哎，这样我们才相信啊，佛法管用啊！哦，有佛法，哎，就有办法。啊，前面呢也跟大家有提过，啊，你可以用菩萨四德啊，来处理一切事情。啊、哦，不知道有没有同修抗议啊？我现在遇这个问题啊，解决不了。啊、哦，这个大家可以提出来啊、哦。或者你用的过程呢、啊，觉得还是解决不了，也可以探讨的。因为可能呢。你遇到的问题呀、啊，其他人也有，啊，大家面对的这个家庭情境啊，都是相似的，好、啊，又世尊说了，我为法王啊，于法自在，所以是无碍智啊，自在通达。自在融通种种不二法门，哦，这个正是啊，于法自在，哦，所以无碍智啊是如来智慧，所以法藏大士啊愿有如佛一样的无碍智，啊，老和尚是专攻华严呢，华严是世事无碍。我们真的把老和尚的经教啊，都在境界当中啊，啊，把它用出来，应该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哦，比方老和尚的两句法语：处逆境，随恶缘，无嗔恚。业障尽消，随顺境处善缘，无贪痴，福慧全现。啊、哦，我们真把这两句落实了，那就没有障碍了。不止没有障碍啊，都成为一切境缘呢，成为提升自己的真上缘。那你自己呀、啊，有这样的受用啊，你才有那个信心呢、啊，去护念别人了、所行持悯行，哦，那这一句是法藏大师啊，愿如同佛的
大慈大悲。啊，自己所行啊，如同世尊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看待众生啊，等同一慈。那这个我们练了，面对任何一个人，我们把他看作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对待，哎，这个就练出不分别了，练出不二真心了，我们都是常常落在这个两边上面的，好坏呀。对错啊，高下都是在这个两边里面啊。这两句话，上句求无碍智，愿有与佛相同的智慧；下一句是求同佛一样的慈悲。啊，这两句话很重要，就是悲智双运。啊，智慧与慈悲啊，如同鸟的双翼啊，缺一不可。我们自己啊，关照啊，因为菩提道上啊，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啊。我们经历每件事，哎，智慧有没有提升？慈悲设身处地的心有没有更强？啊，这个别人帮不上忙，自己检查。接下来是说法如否？啊，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狮子吼，广度诸有情。啊，这个天人师是佛的十号之一。啊，以前啊，这个。啊，我们也之前呢，也跟大家有探讨过。啊，德为三界雄，也是佛的一种德号。啊，因为佛断尽了一切烦恼，雄猛无畏，所以成为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中的大英雄了。所以寺院的正殿呢？供养世尊，叫做大雄宝殿。啊，这两句呀、啊，就是说愿意佛和智啊，都如佛。为天人之师，普施教化，啊，无所畏惧，啊，成为三界的。大雄，说法狮子吼啊，这个狮子古代都说啊，狮子一吼啊，百兽畏惧啊，这个是譬喻世尊所说的法，是无畏决定之说，可以使。大众震动啊，外道啊胆寒。当然，这个首先是佛对佛法呢，那是完全的信心。我们有时候跟亲戚朋友交流，人家持反对意见，哎，我们有没有，哎，自己的信心啊，也受一些影响，当然，我们的信心要不断增长啊，也是我们自己解行相应啊，这信心就能，不断。增长，那信心越强了，我们言语的摄受力
比较强啊。当然了，这个是很真诚的啊，不是一种强势，也不是一种说服。古人也说啊，信不足啊，则多言。哎，我们为什么话特别多啊？觉得别人不够相信自己呀，就会希望多说话去说服。哦，所以古人这些话也是提醒我们了。来关照到自己当下的状况啊，要别人相信自己啊，不是靠言语去说服的啊，应该是我们做出来啊，让人家很自然的对我们提起信任啊，都不是要求出来，也不是说服出来啊，用这样的方式啊。有可能是适得其反所以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好，这个圆满习所愿，习所愿就是法藏比丘啊，在五劫中所结成的48愿。啊，这一切大愿呢，我都要圆满。啊，怎么圆满？那就是末后这一句啊，一切皆成佛了。黄老说：“奇哉奇哉呀，一切皆成佛啊！”哇，那这一句是粉碎虚空啊，平成大地呀、不但有情的一切呀、苍蝇蚂蚁都成佛。地狱中的众生呢、都成佛，而且无情之物啊，大地山河、砖头瓦块、桌椅板凳、衣服鞋袜都成佛。哦，所以这一句就是48愿的本体了。从这一句话流出48愿。这佛的本心呢？他希望一切皆成佛了，怎样才能达到呢？48愿是做法了。往生论可以给这个做一个注解。西方极乐世界国土是庄严的，这是依报。国土是依报啊，表示无情无情众生嘛。佛的庄严，菩萨的庄严，这是正报这三种庄严呢，就进入在一个法句之中一法句啊，就是清净句清净句啊，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所以一切都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呢所显露的，也就是一切都是法身佛无为法身呢，法身呢，是一切法都是他的身呢。叫法身呢，而且这个清净呢，是两种清净，一个是弃世间清净，一个是有情众生呢，有情世间清净，那么这个有情的众生世间，无情的弃世间呢，一起都清净。都是真实的智慧，无为法身，
所以有情无情啊，同成佛道。哦，所以整体是华严啊，一真法界呀。一真法界呢，是大法玄妙的本体啊，本体是能生。啊，没有对待，啊，没有对待，对待就是恶了，啊，所以没有对待呀，啊，叫绝代圆融，没有对待，所以叫做一，啊，真实离妄，离妄心了啊，所以叫做真，啊，一真法界嘛，啊，啊，所以没有对待叫一，啊，离妄了叫真。啊，融摄万法，所以叫做法界。啊，综合起来就叫一真法界。啊，在这个法界呢，一一微尘呢，都是一真法界。一真一切真，一尘一切尘。啊，所以整个是不可思议呀。黄老接着又引了，又三藏法术说了，啊，无恶啊，曰一，啊，不妄呢，曰真，交彻融摄啊，故曰法界，啊，即是诸佛啊，平等法身，啊，从本以来，不生不灭。啊，非空非有，离名离相，无内无外，唯一真实，不可思议。是名一真法界。啊，这个是三藏法术当中提到的。哦，可见一真法界是诸佛法身境界，根本没有生灭。一个生灭又是一个对待了。又是恶了，没有空有，空有又是对待明相内外种种差别没有，所以超情离见呢，世事无碍，不可思议，所以总之啊，没有哪些恶，有恶啊。就有差别了，我们要念不恶哦，自他不恶，我们常常一考虑事，就有一种这种对立呀、啊，分别对立产生了，所以这个《金刚经》常常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个我一起来，那种对待就很强了。哦，所以《无量寿经》提醒我们：于诸众生，示若自己。哎，把这个我人的对待啊，在这个实践当中啊，越来越淡了。好，有恶就有差别了。有了差别啊，就不是平等了，就不是一味平等的大觉了。你没有平等就没有觉了，没有平等也没有清净了，也没有慈悲了。哦，所以极乐世界七宝莲池中的水啊，能够说种种的法，满众生的意，想听什么啊？水就给你说什么？这极乐世界的水是无情哦，哎，它有这么大的功用哦，多少人同时在游泳，在沐浴，个个可以听到你愿听的妙法，而且听了以后啊。马上就懂，
哇，你看这个水多厉害！请问这是什么样的水？哦，你看极乐世界的水厉害吧？水就是佛啊，同源种质啊。祖师常说：“以精作气呀、啊，气气皆精啊。”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真心所显现的。那请问阿弥陀佛的真心在哪？一切处了，气气皆精了。啊，一切皆成佛啊！哎，水成佛了。哦，若不是佛，焉有这样的智慧啊？水怎么有这样的能力智慧呢？啊，你想深水就深，你想浅水就浅。啊，你想淋浴，水就从头啊上淋下来；你想暖，水就暖了；你想凉，水就凉了。还是到极乐世界好啊！啊，你看我现在穿这么多。啊，一会冷一会热啊！我现在感觉任何一个境缘，都让我感觉我要赶紧到极乐世界去了啊！哦，所以这么一转呢、啊，没有境界是不好的，哦，都是提醒我们净土回归啊！哎，都想到极乐世界的好。啊，吾有四时寒暑与敏之意。啊，你看我们这两天都降到零下1度了。哦，好，好，当然也要在这里练，不分别，不执着。哦，刚刚才说你会吗？啊，在这些境界练不分别的啊，念头都在。利益他人上，不在冷热上啊，这样才能练出功夫来。哎，要把自己慢慢忘掉啊。好，所以最奇的啊，是上面呢，能满各个的心愿，宣说种种不同的妙法。水佛，界，可是问题是也要打基础。哦，这密宗老和尚说的佛法的研究所啊，你也要有基础啊。哦，所以一般真正密宗的大善知识，他一定是先帮你指导你扎根了，扎到可以了，再传密法了，不轻易传了，要怕你程度不够啊。到时候出什么问题就不好了。哦，首楞严经的首楞严，意义是一切事啊，究竟坚固啊，一切事，任何的事，没有一个不是究竟的坚固。这个坚固就是恒常的，不变的，所以一真不变的。是彻底的坚固啊！这与一切皆成佛是一句话啊！这句话呢，万德圆成，一法不立，再有言说，便是化蛇添足啊！黄老在这里说，可惜已经添了不少了啊！当然他老人家是慈悲了。没有这些开解，我们体会不了啊！这么一开解啊，
哎，我们体会到一些了，水佛水了，哦，这是一切皆成佛啊，哦，所以当我们真的恳切念这一句佛啊，根生气界前转换了。你体质在变呢，你生活的环境在变呢，不只是物物人事环境在变呢，啊，物质环境呢也会跟着变的，哦，就好像，哎，我们真心现前了，透出来了。你很自然的礼敬一切人，都很容易看到别人的优点。哦，你行普贤行啊，就不是太勉强。哦，所以啊，印祖啊也强调啊，修行要首重发菩提心。要发出来啊！菩提心是修行的主帅了。好啊，那这个啊，我们从这一段白话解啊，感觉呀，黄老。注解的用心啊，他注完还要再用白话来护念我们，真是慈悲到极点了。又怕我们文言文程度不够所以不能辜负了他老人家的苦心。那我们这一个课程呢，我们。从行门上希望能够就老人家94年所讲的这些教诲我们来研讨怎么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好，好，那。老和尚在一切皆成佛啊，哦，讲到了，如果从果德上说也就是从果报上讲呢，这部《无量寿经》啊，哪一句话最重要？就是这一句。因为成就了一切皆成佛了，可是从因地上讲啊，就是18愿，十念必生，那是修因最重要的一句。果上讲的成佛啊，平等成佛，一切皆成佛。我们时时啊。心同阿弥陀佛，都想着希望一切皆成佛，这个心要保持，不要常常起了，这个人不可能，那个人不可能，哪怕你现在跟他没有缘，你还是。相信他的佛性，也希望他同生极乐。你看，我们回向文都是念的“净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嘿，我们念的时候啊，跟所念的相不相应？
学佛啊，是心去做佛，是我们的心啊，去做阿弥陀佛。哎哎，效法他老人家的存心，跟利众的善巧方便。哦，所以啊，这个果报啊，非常殊胜。啊，我们在第13集呀，就有讲到啊，极乐世界呢，超胜独妙，妙在哪里呢？超在哪里呢？哇，你看这个京剧啊，每一个字都不能轻易流过去啊。哦，所以古人为我们呢归纳了7条，说出啊超胜独妙。哦，当然老和尚这些开解啊，就让我们更珍惜啊往生的因缘呢。啊，第一，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法身、报身、应化身。啊，佛有三身呢，三身都出于一处，这个是妙了。啊，3000年前呢，释迦牟尼佛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呢，我们见到的释迦牟尼佛应化身。啊，佛的报身、法身呢，我们见不到，分开的。啊，报身在十报庄严土，法身在常寂光净土。哦，所以释迦佛啊，也有4种净土，4种净土不在一起，我们见不到。啊，西方世界阿弥陀佛4种净土啊，在一起，啊，它是圆融的。所以一生呢，即是三生；三生即是一生。这个妙，这是超胜啊！第二呢，是佛的身体啊，它的光明寿量啊，超过一切诸佛如来啊，无量寿。哎，如果有人要问你啊，阿弥陀佛将来也要般涅槃，观世音菩萨接着就成佛。好，那阿弥陀佛什么时候涅槃？还有无量劫的无量劫。因为前面愿文呢，有说到了。假使3000大千世界一切众生呢？悉成圆觉嘛，通通成了圆觉，共同来计算佛的寿命啊，都算不出来。哦，所以佛这个寿命呢，太长了。佛成佛啊，到现在才10劫呀。譬如说这个人的寿命是100岁呀，今天才10天呢。后头日子还长着很，所以我们有多长的寿命啊？如果不肯发愿求生西方啊，要靠自己修别的法门成就啊。那老和尚说了，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已经成佛了，可能他还在6道轮回。哦，所以身光寿命啊，超过一切诸佛啊，这个是第二个超胜独妙了啊。第三呢是名号利益啊，不可思议它妙跟超胜的地方呢，接引众生的方法妙。
哎，现在不是阿弥陀佛接引众生的方法没有了，我们现在也用这个方法所以叫如是妙法，性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了。哎，我们也有能力帮助一切亲戚朋友了脱生死了。但是，临终了脱生死啊，现前啊，他肯念佛了，万德洪明啊，能灭众罪了。啊，果能一向专念，自然就能过障消除了。啊，我们现在冷静了，想想啊，为什么现在问题不能解决？没有老实念佛。你一老实念佛啊，心一清净啊，很多事你能想通。啊，说穿了，现在所有的问题啊，就是不肯老实念佛。啊，你真的很老实了，心啊，就清净了，清净了就有智慧了。啊，有智慧还怕不能解决问题啊？啊，他用这种方法来接引摄受一切众生，这是比一切诸佛如来所用的方法要简单、容易、稳当、快速。啊，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连这么高位的菩萨都是以这个方法了。所以度众生的方法。一切诸佛啊，比不上阿弥陀佛。哦，那第四个超胜呢？啊，能令五尘弃入国土。啊，上从等觉菩萨，下到地狱众生呢，啊，都能让他们平等成佛，这是他方世界里啊没有的。啊，第五呢，二乘。女人根缺，哦，可能生下来，这个六根有缺憾的，啊，极度不平的，障碍比较上重的，阿弥陀佛啊，都能够叫他顿转一乘，跟这些十地菩萨一样。这也是他方世界没有的，哦，在往生录里面，啊，其中有一个啊，我记得的，他叫王呆头，啊，用现在话讲就智商不足了，哎，结果他肯念佛啊，最后也念到，啊。这些业障啊，都消除掉了。哦，这个故事大家听过吗？啊，跟可怜他的师父说：“你不可以再打我了。”好，这个是障碍重的人也能转成呢，一层的境界。第六呢，是往生的修行啊，容易、简单、不难。啊，就人人都能修，只要你肯修，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这万修万人去了。啊，最后一个呢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果报啊太大了，就是成佛，而且是成了圆满究竟的佛果，这个果报太大太快。而且很快啊，很短的时间啊，我们在这经典里面呢，啊，依照经典所说的仔细去推算推算啊，因为在《阿弥陀经》说，
多有一身补处嘛。啊，那成佛才十劫，啊，结果西方极乐世界，啊，诸上善人多有一身补处了。啊，所以老和尚依照这样推算呢，那等于啊，顶多2劫、3劫、4劫就成佛了，啊，不要5劫，太快了，哦，所以这7种啊，超胜独妙啊，十方世界都没有，一切经典里也没有，哦，所以确确实实啊。超胜独妙啊，没有一尊佛的佛刹能够跟他相比了。哦，啊，这个祖师们的总结呀，也是都护念我们，啊，能珍惜这个殊胜的因缘，啊，哦，所以不管呢，我们现在。啊，遇到什么样的境界挑战啊，我们就想着啊，我很快啊就要去极乐世界做佛了啊，都能咬紧牙关啊，接下来时间也不长啊，此生正无量寿当然了啊，假如我们能把老和尚的法用出来了啊，我看连牙关也不用咬了。啊，这个随缘妙用，啊，把菩萨四德用出来了，啊，真正效法老和尚，啊，过上啊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给家里人啊表好法，啊，诚德感觉呀，我们每一个同修啊。啊，能够这么爱要念佛啊，都不是偶然的，啊，已成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信此事。啊，每一个人应该都有使命来的，啊，都能够在自己啊角色因缘中啊，表好法，啊，让大众啊起信心。哎，这个就是普贤行，广修供养。大众没有信心，他不肯学了。他从哪里长信心呢？从我们佛弟子能做出榜样来。不管你现在在哪一个行业，好像啊，我们这个张园长是在教育界。啊、哦，听说现在有幼儿园要去他们学校参观了，啊、哦，我在这里也随喜功德，啊 哦，希望啊、大家各自好好用功啊，改天就有人到你们家请教你夫妻怎么相处了啊，啊、哦，孩子怎么教育了，哎，老人怎么奉养了，好、哦，我们在每一个。行业每个本分用真心啊，真的会放德光啊，啊，会触动啊有缘人的善根，这样啊，他们会很有信心来学佛，来念佛，哦，这样我们也在落实啊。啊，这一句一切皆成佛。啊，在落实如是妙法性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啊，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啊，我们有表法的心呢，就不会随顺习气了，就不会蹉跎时光了。大家现在真的冷静想想，现在亲戚朋友需要我们哪些帮助？你一想啊，好多事要做啊，
首先我的身教能不能让他信任呢？不然你也讲不上话。君子信而后见嘛。哦，所以我们现在首先下功夫在自己身上啊，大变活人啊，让亲戚朋友刮目相看，哎，习气减了一大半了，人家一接触我们就觉得我们不一样了，真的有利众的慈悲心啊，道义了，啊，就会勇猛精进了。好，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